欢迎来到加热水大乱斗。来算一下，目前海上有几张板子，然后多久来一道浪，我们就可以推估每一道浪平均有多少人会去抢它。哦呦呦呦呦呦呦！哦呦哦呦，哦哦很厉害，哦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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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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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哦呦，我擦！哦来了。有没有？没有，可惜了。哦，哦，这个浪可以，几个人抢？哦，有人了！哎呦，漂亮啊，左跑！哦哦哦哦哦哦哦，保持平衡，保持平衡！哇，两个人，三个人！哦哟，还不放弃，看样子是抢走板。哎呦，厉害呀！啊，这种浪要我怎么嘴？全天下太平，新闻都没得报了，好痛苦啊！加热水，每逢廉价 ，local 哭哭。估计一下，海上大概九成都是外地客，包括我在内。有没有？有点厚，没关系，还有你。哎呦，还真给你追到了！哇，漂亮一个右跑，他是不是在叫他？哎，不要吸啊，不要吸啊！是我的，哦哦哦哦，一路回沙滩了吗？我说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你回头啊，快看我！啪嚓！哦呦，哦哦哦哦，一二三 ，Party Wave，Party Wave， 哦哦，还走还走还走，哇，厉害了！哎呦哎呦哎呦，漂亮！哇，哦呦哇 ，Party Wave， 哇，有品德的 Party Wave， 哦呦，哇，还有一个走板。人家 hang five hang 前面，你 hang 后面啊，太帅了 ，hang 脚跟。大家廉价来泡水，哎、欸，你还好吗？昨天遇到了一件令人小紧张的事情，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。如果是第一次下河口的朋友啊，你可以看到浪基本上都会在这一个位置 break。通常啦、啊，在海面上如果看到有白花的地方，这个地方。浪就会把你往回推，像你看这边，这里就有一道很明显的，一道白白的，代表在这个地方的话，浪是把你往岸上的。那它周围的区域，像这个人刚下水这个区域，流呢会稍微的把你往外带。那昨天的状况就是说，他想要在有离岸流的地方往岸上滑，那当然就游一游游一游，他就发现回不来。不过还好。是他做对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没有把脚绳拆掉，然后试着自己游回来，他就放松，趴在板子上，等有经验的人去救他。那每一个海滩都会有自己的特点，就以加热水为例的话，浪大概就会在河口的延伸处开始 break。比如说这一道浪为例的话，你看，也就是在差不多这个相对位置开始变成白花。所以想要滑到 outside 的话，就会避开现在这个白花的位置。那想要回家或者是想要追浪的人呢，就会离这个白花的头非常非常近。那利用浪的推力把你往岸上推，这样是一个比较省力而且安全的方式。如果是遇到离岸流的朋友的话，千万不要慌张，宁可飘着保存体力，大喊救命，不要怕没面子。海上的人其实也没有那么坏，虽然抢浪的时候会在那边叫嚣你，但是真的发生危险的时候，大家还是会挺身而出的啦。哎呦 ，Party Wave， 终于啊！哎呦，哎，再来再来，再往前 ，Hang Five，Hang Five 是你的机会啊！可惜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闪人考驾训班啊！哎呀，哦，漂亮一个钮。哎，厉害厉害！好啦，因为今天真的等浪等得我太痛苦了，早上冲的也太烂了。这是当天早上冲浪的画面，其实可以从相机里面看到，这浪真的非常非常的小，大概只有脚踝的大小而已啊。这冲起来也是非常痛苦，一下就没有速度了。那这一道浪，哎，也是看了令人难过啊。只是微微的鼓起，然后板子不够长，真的玩不太动。
非常的可怜。好，等个十分钟，来了一道浪，大概有50个人在追同一道浪，非常可怕。这一道是少数有 size 的浪，可惜啊，我对长板的掌握度真的太低了，前面有个人我完全闪不过，浪费了一道浪。哇，这也是少数有 size 的浪啊！真的，大家拼了老命往前滑，还好枪支不防水啊，不然今天冲浪的情况，绝对有人要带枪射人啊！也非常感谢前面这位帅哥啊，看到我在浪头马上抽板，让我冲完这一道浪。这道浪算是我今天玩的最好的一道浪了，还有机会让我 cut back， 但是必须抱怨一下 ，DJI 的运动摄影机真的很烦，每次下水。可以看得到，非常容易卡水珠。这个我试过各种偏方 ，GoPro 有用的 ，DJI 都不太有用，很麻烦，这是会破坏一个非常漂亮的画面。你看现在荧幕上的这个画面也是一样，微微就是看得到水珠。冲烂浪心情已经有够差了，还让我看这么烂的画质，这就像我人已经不够帅了，家里镜子还都是哈哈镜。是要我怎么存活啊？这道浪就是今天的回家浪了啦，也是一群人抢一道浪啊。如果各位也有这样子的困扰的话，明明自己在浪头，但是左右还是有非常多临兵的话，走塔，也可以就是贴心的提醒一下他们说要往左边还是往右边跑，这样子比较不容易相撞。嘴炮摄影师也有点嘴不下去了，就跟大家传传教，然后我们看到这一道回家浪，看有没有人把握它，冲完我们也回家。好，各位都没有，很好。哎呦哎呦，哎呀，啪嚓，哇，一个正面炸水。好，各位，我是 Darren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忘了一件事情，到影片的下面按到那个赞。我靠，那头也太帅了吧！点它有一个红色按钮，按下去就对了。哦，哎，你还有时间再看一支影片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支影片超级好笑。哎，还有这支影片，哦，屌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不信你点点看，真的啦，你点点看，哎，你点点看啊，哎，点点看，点点看。